好，谢谢哈，有五分钟了啦，都要到了啦哈。谢谢。那今天我们先读那个。好，谢谢各位委员。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昨天我们协商到262-1案，今天要从262案开始协商。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协商。来，那个孔文吉委员有怎么样？是不是？我们下去台下吧，好，那个主席，这个是这样哈，昨天我们审查预算都审得很顺利了。那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是审查预算，我们助理都这么难得写这么多提案啊，我是希望说，有时候你一幕是20-30案，我们都没办法好好讨论。那事实上我们有很多意见哈，有很多意见，我们也不是刻意杯葛，该过的我们也过啊。那昨天。才三只有还可能还不到3000万呢、啊，我是说，但是最起码要让我们哈、啊，要能够充分的发言呐、啊，主席，我是不是建议今天呢、啊，我们可以审快一点，啊，同性质的案我们一起审，啊，不要说一幕一幕来了，有时候一幕就是60-70案，啊，就这样含糊这样笼统就过去了，啊，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可以啊，这个看一案一案来，同性质的案就一起讨论这样子。一案一案是不可能了，就是同性质的，同性质的一起啊。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同性质，好不好？好，来，王委员。部长，昨天我们美国选举啊，总统翻盘了、啊。那针对你之前选前啊的谈话，跟我们现在后续啊，到底有没有什么哪一些啊，我们要来注意的？麻烦请回答一下。我就欢乐，我们现在中小企业好多错害蛋呐。哎，王委员，阿丽娜，咱叫程序，等一下下来哈，协商的时候。无啦，先叫讲起来，两分钟都阿未人都阿未到的，对不？来啦，部长回答一下啦。今晚是协商啊啦。没关系啦、欸，回答一下啦。还没阿伯、啊、利用那个。回答一下啦，说真的，现在我们中小企业大家都错害蛋了哦，怎么办？你要、那個、王委员，我们的政府要对唔着赌啊，起码要安那，你唔要讲者。对不对？这个涉及程序问题，我们就照程序来，好不好？我们现在请现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可不可以先程序发言一下来？还是希望我们经济部你要必须要考量这些部分呐、啊。你们之前去 damn 掉赌，你后续要怎么样处理？然后对我们台湾的政界要怎么来？我们台湾的这商界怎么处理？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部长你要想好啊，对不对？没关系，我现在我们赵伟的意见我要听一下。不过我希望你这个部分你要准备一个东西说帖给我们啦，不然我们怎么对我们地方的这个产业怎么来回答、啊？这个问题大家很关心啦哈，啊，来这里协商的时候都可以问，好不好哈？有啦，保定无地堵啦哈。来，我们现在262案，好。262案，现在是国贸局的预算哈，这样好不好？因为这个262案哈，等于要把国贸局整个案就不审了啊。你们有没有沟通？有没有跟委员沟通？委员有没有可以撤案？有报告委员啊，可以撤案哈。好，那我们262案就不予处理。我们现在看税入，从263案第一幕好不好？第一幕只有2案了哈，关委员。263到264，我们6364。增列有没有问题？6364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都可以增列嘛？等一下，我要问，你要增列800，增列。你罚的对象是谁？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因为罚的对象都是厂商，他是违规转运。厂商哪一种厂商啦？违规转运，
转运从中国大陆进口产品违规转运。你们好像已经罚很多了吧？应该不止吧？来，你告诉我，你今年罚多少了？所以今年你今年罚多少了？今年罚的比较少，去年罚的大概1000多万、2000多万。那你编多少？我们今年编的只有两百多万。对吗？那你罚多少？那是去年、啊、今年罚多少？因为大家沟通，今年罚多少了？今年还没有开始吧？不少了啦，你单单纺织业就罚了不少了嘛。那是去年土耳其案，去年的104。今年罚多少？今年还没有，今年因为我们全部都没有人，没有放水了，因为新政府就放水了。绝对不是，是这样吗？全部去跟所有的发证单位广宣，所以今年开始。好，那张立善委员他要求要增列800。对。对不对？改列多少？800万。800万没问题，就那个嘛。没有啊，没问题，我们都没问题，大家没有意见哈。那我们第一幕哈，税入的部分改列为800万元。好，接下来第二幕。来，权利金。等一下，权利金呢是做什么使用？啊，那这个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权利金是世贸中心哦展览大馆它的依照出展法它的经营哦，那只有3年，所以它的权利金呢，目前来讲我们是编列了6亿，那实收权利金是2.7亿，对，嘿，6亿到2.7亿，为什么差这么多？因为它里面，啊，租金呢？租金是地租的部分是5亿的部分。那这是要看那个地价地租的调涨。那现在调涨以后是地租是我们是编列5亿。对。调涨之后差距怎么那么大？对啊。哪个差距？因为地价税那个权利金跟地租是不一样的。因为权利金是我们要跟他含的，他固定的权利金是2.7亿，但是如果他那显然你们这段时间在世贸的展览有问题哎、欸、哦没有表示是不是世界各国大家不来租你世贸？不是不然怎么你们编6亿多才收到2亿多？那有问题哎、欸、不是，他是要两个加起来，这个是要权利金加上地租两个加起来。那你可以用多少？权利金加地租2亿加5亿，对啊，收入7亿，7亿，嘿，那你编多少？我们原则到时候同仁都说到8亿，因为刚刚委员我还没讲。好吧，那就增列到8亿吧。但是这个已经跟他不让你困扰嘛，增列到8亿。现在是这样，我们可以权利金是固定，你是要修约才能增列嘛？对，那你叫人去修约，这样。租金吧，你要租金吧，这显然要叫他们去试嘛、啊。我现在在弄，你是外贸吧？租金第三案啦、啊，那你就是要去外面多找一些厂商进来办这个商展也好嘛，对不对？王委员，台湾的办商展，让国外的人进来也对吧？那个下一案、啊，那是下一案、啊，那是下一案。下一案好啦，那我们那个权利金因为涉及必须修约，这是对了，那个是下一案266吧？那今晚得讲265啦，今晚得讲265啦。啊，就四目一起讲呗。对啊、哦、你要一条一条讲吗、哦、因为两个是有关联啊，你权益金 跟租金啊，好 OK、你2亿跟5亿多，我们要用8亿吧，你至少今年还有吧、這個、我们至少没有跟你要求到10亿嘛，对，你这个东西第一个是不是参展？对，他也有展，对不对？国外的人进来，他们愿意来台湾， 对不对？对，是不是租金可以收？第二个，我们的经济部也可以办展览嘛，让台湾的业界让外国的 buyer 进来嘛。嗯，没错，跟你要求一点不过分吧？不过我跟委员，不然会怠惰呢。不过委员，我一定会努力的去增加。我刚没有讲完，因为这个是跟他签了3年的约。那土地的租金呢？因为这个地价已经调高了，所以我们增加了哈。那第二个就是权利金，固定的权利金是2.7亿，但是如果它的营业额当年超过了16亿，我们会酌以征收，所以每年固定我们大概收到是八亿。嘿，那个外贸协会这个租你们那个世贸中心有没有什么是一般的收价吗？还是收费吗？还是有优惠？都是一般的。啊、一般的外贸协会办很多吗？没有，你们哦。大家都很抢手，对，知道吗？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拜托、嗯、你们，一个位置都不好拿，嗯，对吧？那因为很抢手啊，所以我们对啊，所以说应该照理讲租金还不错啊，
怎么会都长期这样呢？没有，因为这个只有三，再来很抢手的话，多办几次嘛。那个外贸协会，你还没答复我了。那个现在外贸协会是怎么样？是不是你们的主大客户？因为这个是他的约，是他定的约，他只有三年的约。当初是为了兰港展览馆二馆新建完的时候呢，他要整体考量，所以这是用公开招标的事，他只定了三年的约而已。我跟各位委员打个商量了哈，我是这样想，看大家的意见，还是尊重大家了哈。在我们这里去涨租金、涨权利金，我是比较不舍了，因为景气真的很不好。好，那我们就是确认说局长认不认真，我们信不信赖他。第一个，他不会贱卖。啊，刚刚听就是说公开招标嘛，既然公开招标，就一定是竞争性的。啊，所以如果由我们来涨 租金，他一定要垫高那个底标。没有没有，你们这样的话，我跟你讲要合理性。我希望你们在招标的过程中要合理性，不要图利固定的人，因为他们收的钱很高啊。我知道，他们收的钱很高，你们一标他就三年嘛。没有，委员给你几年一标几年？这个标案非常奇怪，因为本来我刚刚讲是等着南港展览馆二馆要把它建完之后他包，所以他现在只有三年约。你保证啊？你保证要怎样让我们放心？刚刚对啊，我讲的就是这样啊！你一标标三年嘛，你把你们脱糠包沙泥嘛，你把你们厂商拿都拿不到嘛，招标程序如何多元化？写个报告，写个报告，然后亲自再跟去委员，再跟委员解释。委员会，好不好？委员，我再亲自去拿那个招标程序，然后资料来跟你解释。好，那我们权利金那个主席，他去年度的决算就已经超过现在。很多了呢，超过30%以上呢。那你现在是等于是下修你的这个收入呢？去年只有权利金的部分呢。去年只有权利金的部分。你去年度是11亿多耶，对，今年那你现在才变6亿多。没有，权利金加地租两个加起来是12亿，两个加起来，两对，权利金跟租金，它是。你们拿麦克风啦，来，麦安呢？好，那委员再请哪一案有意见？其实不是叫你们提高租金，是你们要扩充这样的业务，增加这样的效率，不是要提高租金。有没有满位？现在有没有满位？现在使用率50%以上了。这个要我们努力的去招。那如果满位，可以增加多少？如果没有满位，那委员关心的确实有道理哦。来，可以增列多少税入？他这个满位哈是还我们是还包括要进场的时间，像一个展览办的话，前面有几天是进场，后面几天是退场，所以。对，所以他那个不是啊，你那个应该都算在那个那个就要算在使用率啊，大概多少的时期、啊？因为他跟你租，一定不会只租展览那几天嘛，进场跟退场都已经是涵盖在里面，所以你这样解释对啊，那你这样你把你进场退场的时间你并起来，一年大概有几个展览？你到底满期了没嘛？我们现在平均是大概是70左右啦，70场。70%使用率，70%，所以我们是希望你们80%、90%更高嘛。东西盖在那边了嘛，增加多少啊？你自己讲一下嘛。来了，增加多少？增加多少？讲一下。我们那个就是你要回应王委员跟张委员。增加多少有道理啊？不要再讲了，你就讲数字。大概是40%啦。那我们已经是几乎到50%还是空的，你还40%？什么叫40%？表现成税入上面，你们是愿意增加多少？其他的国家，算你们很厉害了。不要这样子说，是不是？你不要这样子说了，我比烂的。委员要我们努力的去努力，我们就去努力去增长。我们部长加油，多少？局长，你就具体的讲，你们希望能够争取，比如说50%到70%，那可以增加多少收入？就把具体的数据告诉我们吧。好，给10%好不好？好，给10%，好不好？我们努力去给10%。
你就回应张委员跟王委员。刚刚不是说很抢手吗？位置很抢手吗？怎么会？他们没有把那个算进去了，没有把准备期算进去了。对，是固定那些人呐、啊，所以并不是很普及的把你的机会提供给大家。十趴，变数加十趴，六亿九千多万加六千。再讲租金吧。权利金哦，好，权利金哈，好，权利金增加10%哈，那这个就是第一幕的200。权利金是6.9亿了哈，会增加18是来来来来，这个租金你要给他那个嘞，租金今年也增加哎，公告地价也增高哎，我们都按照公告，这个是新的吗？对，104年的一平方38万。可是人家都在抗议那个租金哦，可能恩惠会在下修哦。对，地价税跟对啊，对，因为地价税增高。你想，我们先确认265案增加7000万，好不好？好，好，谢谢。来，然后租金呢？租金没办法，租金没办法，因为他约了。好，那请各位委员再表达哪一案有意见，我们再讨论。今天是一个外贸协会，一个外贸的世贸。世贸大楼还有好了，这个税入赚7000的可以了，下面再砍一点就好了。好，那第一幕，我知道266照例哈，266照例，还有哪一案来？各位委员，第一幕还有哪一案？那个使用率，第一幕是税入啊，税出。好，税出的第一幕哈。好，来总金额到278，总金额多少？总金额来，哎，主席，报告一下，报告一下。应该那个租金跟权利金要同步的增加10%啦。不啦，因为租金是依照地价算的，还是固定的？还台北市政府公告地价来收的，嘿。租金叫公事省的啦，对。因为你权利金增加10%，对不对？那你就是要扩展这样的业务量嘛。那当然租金一定也会增加，不是你涨租金，而是你业务量增加以后，租金的收入就会相对的增加嘛。那个租你，我现在懂得委员的意思，你那个是说厂商来租的，那是放在整个权利金营运的金额里面在总算的。那这个租金地租是付给他的，付给地租的。哎呀，对，对对对，地租是地租嘛。啊，营运的，你讲的那些厂商很多的钱，那是放在整个权利金里面的。那个没法多，就是没法多，就是公事。好，谢谢张委员。来，我们税出第一幕267到278，请那个委员表示意见。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税出的部分哦，我们税出是一般行政哦，都是现在是5亿1200多万哦，因为这是。贸易局的人员的薪资加上我们基本的比如资讯费用通讯费用还有一般的物品的费用，那我们今年都已经的短编了，希望委员能够多予考量，因为我们除了委员表示意见。来，委员伊即马报告安尼啊，大家意见请表示意见。现在是讨论第几案到第几案？第一幕267到278。267到278。对对，就是一般行政。来，邱委员。邱委员，麦克风不够呢。记得好，一般行政就是例行性的哈。我刚刚听局长说，你们已经有简列了嘛哈，跟去年比较做基础已经有简列了，所以我讲哈，苏正清就提然后了哈。估计一般行政我一挂嘛，我就简列200，安尼塞未？200万。嘿，可以。好了，好啊，那再到268了哈。砍200万可以。好了，哎呀，三零后了。谢谢。不，哎，后了哈，267到268了哈。不是砍200万了，这边是有简列了。业务费，整个国际贸易的业务费，我们这边提了很多嘞。对呀、啊。一般行政。你看那个268嘛。对呀、啊。268案呢、啊？268我们这边哦是写你那个南港展览馆哈、哦，计划管控不当。对。好、哦。对。那个我们是。提案是这边是提案3-200万了、啊，那269是，减列50%。
这个我跟委员报告，这个也可以啦哈，一口答应哈。可以啦，没事啦，没事，简略50%，我弄一局弄不下去。委员，我跟你讲哦，你讲这个是展览馆哦，还是第二后边迄个国际贸易下一个科目？哎，我哦，那个展览馆已经是努力的把它跟上2017年的三月会把它结案。那中间事实上是出现了一些龙工的他们的施工力不好，但是现在已经努力的追赶上来了，嘿。所以我希望委员这一部分可不可以考量一下，因为它是涉及到后面的国际贸易的部分啊。我们现在讨论一般行政，这是整个国际贸易局的同仁在的工作需要的一些一般营运费用，而且我们还要在管理一些的厂商的补助费用，在基金要很庞大的费用来支援呐、啊。那要不然你看你整个木啊，有人减50%，有人减20%，又有减200%，那你total你要减多少？我跟委员报告，真的减50%，贸易局没有办法营运下去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还有很大的一块是在贸易推广基金。那我刚刚也讲了，来了，黄伟哲建议减列20%啦。20%真的没办法，那我的贸易局同仁就没有薪资费用了。刚刚讲的。叫你讲话，两百八100万可不可以？100万，八百你是不？我是建议你啦，零二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哈，减200是呗？还是减100？好了，减100啦。减几能？减100啦。减100是？好，减100啦。然后那个动20啦。基本工作20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100啦哈。减100，动20啦。动20万了。动20%啦！动20万，你要跟我清楚。哎，20%啦！把你们的业务再拿出来检讨一下，再给你啦。动10%，书面报告啦。动10%没有啦，动20啦。他已经让你减了嘛？动20再来报告，我们要看他这个半年之后他有什么成效嘛？这样，那个我还是好不好？主席，我还是建议减200万啦。好，但是冻结20%啦。不要了，我也拜托了，因为真的哈。你这是整木嘞，不是只有什么一般行政。这都是我的人事费。人事费。对。好了好了，好，那就减100万哈，人事费减那个行政费。不是啦，减100动20，第一目嘛哈。你减100是减在哪里？然后他们报告之后，我们再给好不好？看他们前半年的成效。科目给我们自行调整。整个一般行政减100动20。科目什么？书面报告，再来报告了，就照这样哈，谢谢。再来报告了，谢谢。第二幕是国际贸易的部分，来做些什么事？这里我们总共编了18亿7000，那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委托的做所谓的国际贸易监测的中心的研究有2950万，另外就是展览馆会议中心我们要交的业务费用，还有包括新建展览馆。那增加的费用都在新建展览馆的部分。来，新建在哪里？15亿。15亿在哪里？在台南、台中跟桃园的部分，预估15亿。桃园。台中的哪里？台中、桃园。水南机场的第7亿。水南经贸园区是不是？对，西侧。好了，桃园花多少？委员支持一下了，台中、啊。桃园多少？他没有分，还在规划当中。那会不会再追加？这个不是总，这是第一年要使用经费。那你对，这不可以这样玩呢、啊。你们总是要有一个规划出来，确定金额，我们要分3年、2年给啊。你不可以跟我讲，我今年要15，明年要30啊。预算不可以这样玩啊！我知道，我了解。到时候你又说我这个要追加，那个追加，那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通病嘛。总多少啦？这一下去就10几万、10几亿，不是3-5亿耶、欸。总107的啊，可以冻结我们专案报告。这个冻结就后来的这个15亿是不是？要不然就是专案报告。不了，没有。本来也要报行政。王惠梅委员他有提案15亿冻结50%啊，我已经给你卖冻他贼了，30%以后了。这个好，王委员。不，你现在你要告诉我啊，你7亿是在台中啊，桃园你几亿？不，就下不得啊。因为我们在。那你就既然你还没规划好吧？有台南规划好。多少？台南多少？20亿，20亿，你们检讨过了没？
我们检讨过了，包片核定过了。你刚刚跟我讲台中、桃园，还没讲到台南呢。台南现在多一个台南第一的，我第一个就是报台南。你会不会？我跟你讲，你三个地方，你有没有去评估到未来这些地方会不会变成蚊子馆？台湾现在很多的问题就是出在于蚊子馆。好，你台南要20亿，桃园呢？他们现在预估的背出来是40，将近要40亿，40亿、60亿，然后在台中呢？那刚刚讲的是台中40亿左右，台中40，桃园呢？桃园他目前来讲是也是大概40，所以三个展览馆要100亿，那你预估可以收益多少？哎呀，现在政府部门没钱，你就是产出跟输入要多少，你要算好啊。不然你可以台北跟南部一个，你不需要三个啊，或者哪里啊，不是这样吗？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地方政府送来的东西是地方政府送来的，还是你们自己国贸局、你们经济部认为说我有需要这样，对不对？如果只是单单地方政府起来太多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所以我还是建议动五十。报告确实出来，整体评估再来。委员，我等。对，王委员，等于你哈，15亿了哈，后续还在编嘛。对。第一年很重要，你规划要好了哈。我跟你讲，这是维持过去在野的政策，继续动而已。哎，动五亿了，动五亿了。啊，我都跟你讲，我要动五十啊。动五亿了。动五亿。啊，你看你大家委员的意见来讲啊。三罐嘛哈。那个，我是要搁动啊啦，一动来动去，拢动到个地，你是咧？袂啦。动个歹去哦，我因为别动。这个这一幕哈，这一幕是国际贸易嘛？那我是支持那个刚才邱员冻结30%了。好了，我也好了哈。啊，然后那个等一下，书面报告。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了，你那个 TPP 那个业务是不是可以不用再推动了，还是怎么样？因为他反对 TPP 嘛，那这个钱可以把它省下来啊？不是，那个跟委员报告。TPP 这个钱不是只是为了 TPP， 这个是整个为要就是刚刚大家不是那个几位委员，这些重要展馆都不在北部啦，这边就在南部。这个不是在哪里？来，我问你，你桃园的展馆你要规划要好。来，我再问一下，桃园的展馆你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这块重点在会议室的建新建。会议室要多少亿？40亿。他展馆有600个摊位，会议桃园是以会议为主体，对，就要40亿。没有，还有再加上展览馆600个。台中的重点是什么？会展中心了，会展。台南的重点是什么？都是台南也是会展，因为他现在没有展览馆。对啊，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啊。我们没有。我跟你讲，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每个地方政府都要同样的东西，结果做到最后全部都是叫做蚊子馆。委员，可不可以听我讲一句话？在104年，我们就是考虑到委员，所以我们有做一个国家会展产业发展政策报告，里面讲出来的第一个，我要台北、高雄、台南、台中、桃园。部长，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地方的发展去。这个会展的一个规划案，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时候在规划的啦，今年才是编的预算的，对不对？对，对不对？对。不要自己打脸啦。我跟你讲，冻住啦。我跟你讲，以前就是被冻住嘛。以前有被冻住吗？就没有编的预算在冻什么？我会因为过去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样，要卡吗？我现在只是针对就事论事就好。对啊，我意思不会因为说这种事情是这样子的，为了台湾呐，大家一起分享啊。我可以支持冻30，对不对？但是不可以书面报告、专案报告。好，那我们第二幕哈，还没，再来我讲的。这个贸易行政我要动，主席加油啊，主席！这个是展览馆的部分嘛？主席加油啊，主席！别这样讲啦，你是整幕都30，还是只有这个？我讲一个，整幕30 ，OK。你都爱红讲啊，啊，讲的就紧的啊，昨已经处理一半啊，这个酌删一点好不好？你们这总共几亿？总共18亿，因为15亿是用在酌删2000万呐。哇，那好了，哦，删2000万好不好？不，我建议啊，删1000了哈，动整目。酌删了，不要说你这个哈，我们酌删一点，应该有，好。整目酌删1000万，然后整目冻结30%了，好了，这样，好不好？没有，那还要把评估。好了，科目整目砍1000呐，啊，动30啊。专案报告了，好吗？你这样了，那个苏贞昌委员是删减2000万了哈，删2000万了。
哦，冻结30%。整木，整木，对，整木，整木。木啦，来，那个你整木嘞，你那个一木哈，整木才2000万，整木才2000万而已啊，2000万。整木都啊，不是讲1000冻30，对不对？哦，好了，1000啦，啊，冻三十了。好，来来来，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整木我们3100冻30，然后我有在282案的时候也有跟这个国贸局讨论过，是要把这个我们的评估啦，我们要做整体贸易政策的评估。所以这个我希望可以换成主决议，这个我是跟你们讨论过的，所以就这么确定。谢谢，这个已经换成主决议了，跟各位报告。228案，这样哈，我们第二幕哈，228案已经，282案已经改成主决议。对，谢谢。那我们就照案通过。那整个第二幕呢，我们删减列1000万元，冻结30%，然后来做专案报告之后动支。好不好？科目自行调整。明文兄，你免想过，因到尾嘛是得阁写迄个啥物啊？迄个话，迄个因即个事故的物件，得阁写几落十亿，你免烦恼迄啦。对啦，对啦，咱就是有这个问题伫遐，所以伫遐。伊早一个物件，你会使录半点钟呢。伫遮也免想太啦。好，我讲者，好，我讲。有啦有啦，我们效率很好，谢谢大家哈，都能够有共识哈。来第三幕，第三幕有一个案，交通运输63万，我看这卖浪费时间好不好？王委员，好，照例啦，好不好？63万，好，你安尼先。主席啦，无啦，等一下啦，你嘛加问一下，我有删除呢。是第几案？可不可以主席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你们做什么啦？第三幕是在第几案？我要砍50%，哎，293。哎，主席，我有提议要砍50%，你要跟我讲，要说服我啊。所以他刚刚就拜托你说不要砍嘛。你要跟我讲你要做什么时候，拜托有屁用啊！不要这么粗鲁啦。委员只要拜托就好哦。委员不要这么粗鲁，不要一大早就屁来屁去的啦。讲一下啦，要一点气质啦。那个公务车，公务车几年？10年了。那因为它是老旧了，依规定在汰换。依规定了哈，安全因素了哈。好，谢谢王委员。现在不是都用租的？293案就照列哈，第三幕我们照列。我都不能报了。好，现在不是啊，现在可用租任的啊。租任的话，一个月也不会比较贵啊。油钱不用啊，油钱不用啊，也不用工人费啊，司机也不用啊，你要算一下啊。加一个司机，加油钱，加那台车子，不见得5万块钱会比较少、欸。你们谢谢王委员了哈。先买一部好不好？要不要先买一部？啊？先买，你们买几部？这一部63万就一部了。对，就照孔委员说的，你以为63万是美金吗？可以买几部啊？好，现在看主决议，来，安静，安静。294案有没有问题？好，通过295万。295万。遵照办理吗？通过296案，我们遵照办理。通过297案，遵照办理。通过298案，遵照办理。通过好299案，遵照办理。通过300案，遵照办理。通过301案，遵照办理。通过302案，遵照办理。通过303案，遵照办理。好，通过。现在我们处理完国贸局，继续进行。标准局哈，标检局，来304案开始。啊了啊，第二本呢？啊第二本呢？哎、啊、第二本呢？来标检局哈。今天刚早上就结束了。你们就是留人啦、啊、哈，那个国贸局就留人就好，好不好？其他可以回去。来，标检局哈，现在先看税入，税入第一幕2案，来说明一下，是行政规费。这个在标准局的部分呢、啊，这个税入部分，第一个是有关委员关心我们这个审查费的部分呢、啊。那审查费这几年的决算数啊，从102年到104年，大概都是6.9亿或者6.8亿。那今年这个我们编的预算是7.4亿，那么这个委员希望增加，我们觉得是实务上是有困难，特别拜托委员看是不是可以不要增加。
好，请王委员、张委员有提案哈，请委员表示意见。全部嘞，一二三幕还是走看我第一幕。第一幕，第一幕，第一幕你们才6.8、啊。对。最高到多少？6.9。原列数你们7亿多。是，已经增加，4-5千万了。好，我可以接受。好，谢谢。好，委员还没有意见，那我们第一幕就照列，好，预算照列，来第二幕。那第二幕是有关服务费的部分，今年编了7433万。那这部分委员最主要是关心我们油量计管理这个加油站这个制度啊，好像这个数量上没有增加。我们这边要特别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有关油量。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你收76.9亿是不是？是。那我们规会的收入要不要跟他砍掉？你差5000多万，你执行得到吗？你执行不到，等于又给经济部虚列预算5000万呢。如果可以减，我们也。你不是也是你里面在用吗？收入是缴库的。OK OK， 那不减。问题是你们能够。没问题没问题，那改变改变就可以有机会。好了，就这样。好，那就照列哈。第二幕也照列哈，306万。第二幕不好，第二幕你要问张立善哦。我还多啊，不是在讲。我还是我第一幕哦。第一幕都已经照列啊。对啊，第二幕来，行政规费本来多少？这个编7433万。那这部分委员最主要是关心我们油量计管理制度这部分啊，这个加数好像不够多。那目前大概有900多站参加我们这个油量计的管理加油站。那因为我们局里面是非常认真在把关的、啊，跟委员特别报告，就是说要加入到变成我们局里面认证的油量计加油站，它的气差正常是加1/1000就 OK， 但是加入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比较严格，那它的气差正的部分是1/3，负的是1/4。负的话代表要对消费者有利，所以负的4是代表对消费者有这个加油站自己要吃亏。你的意思是可以增列哦，公规包？不是不是，现在意思就是它很严格，所以要增加是很困难的意思。你都要去推广、啊，你们要去辅导啊？哎、欸，我们有去辅导，哎、啊欸，是是。照你讲的理路就是要增加，是很困难的、啊、我。特别要跟委员报告，叫做困难，困难就换个位置坐。你现在是整个业务量缩减，所以你的整个编列预算哈是比前年还要低的，哦，所以呢，我们是希望你讲求效率的哈。还有一点就是要去好好的进行辅导跟协助这些厂商业者啦。那这样卓宇增加了，但少增加到多少？增加有点困难，增加100万好不好？啊？100万几件，100万几件，我只是有点惊讶，像你转得好快啊，像川普一样惊讶，好不好？听得下去未必接受。好啦，100万好不好？委员有意见冇？啊？100万，太离谱了吧？300吧，300哈，300万，就变成7700万好了。好，7700万好不好？增列为改列为7700万哈。是是是。我们那个306案哈，改列为7700万。好，我们税入结束，看税出第一幕，请委员看到312案。他准备锁。307到312。这个307到312这个部分，最主要是我们国家实验室的部分呢、啊。那国家实验室是从民国76年起就建立起来，当时就是考虑到因为这些都是尖端人才，罗织不易，所以是把它放到这工研院啊，所以这些工研院的这些人才设备啊，那每年都是要一些预算来支持。那因为这些设备我们的统计，那有超过56%的仪器设备都已经使用15年以上，那一般仪器设备这个使用年限是7到10年，所以这部分我们希望委员能够支持，那给这样的一个预算不要删减。来，适度的更新是可以的啦，但15年前还在用286了，哦，电脑啊，现在就已经用到这样子，所以适度的更新可以，可是你必须要讲出那个必要性。可是问题，你全部都是委办费比较多啊。
这就是国家实验室。那你就是发包中心而已嘛？不是，这是国家实验室。你们自己有硬体的器材吗？那他给你多少？器材都在国家实验室。他给你多少你就写多少嘛，对不对？要不然，刚刚王委员怎么说？那个是委办费？什么是委办费？是推动两岸。委办给国家实验室。对啊，你全部都是委办费啊。在科技部嘛，哈。是，对不对？你全部都委办费嘛。是你们标准局委办给国家实验室。是。啊，所以国家实验室给你多少，你就写多少嘛。你的设备预算看不出要删了，因为那个对国家需要的一级的。不然你今年的重点是用在什么设备？你要告诉我们说你是什么设备，对你的这个单位啊标准局，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功效嘛？你不是国家实验室欠什么，全部列给你，全部盖瓜承受嘛？工研院有工研院他自己的那个啊预算呐，对不对？实验室是科技部的吗？这是工研院是这里的，跟委员报告了哈，他的设备哈15年的，那今年是千辛万苦才增加一点点给他们，一点点是多少？就在这个部分，我们为了要让他做，他本年每年都有吧，以前都给多少？今年是增加多少？以年都给这个数字，所以你不可以跟我讲每年到今年才这样嘛。这费用减少，费用减少，对不对？以前他也是每年逐年在泰新呐、啊，就是那个。那你不能今年省预算，你就告诉我要国那个不一样啊，一样啊，没有差在哪里、啊。你刚刚讲说是都是15年老机器，我们以为是都15年来没有变。那你如果15年来是逐年编，那是来了，你这个预算编了几年的啦？对不对？你编了几年这样的数字了吗？这个部分特别跟王委员报告哈，就是我们国家实验室啊，它一共有这个唱长度、质量、电量、时间、游离辐射，一共有17项的领域，10年依序编呐、啊。哎，每年都要这个编列这些啊，每年要编一次就对了。134套的量测系统，每年要编就对了。每年要编，这个整个要维持这个国家实验室一级的，要跟国际能够这个追溯。是换新还是你只是？没有要维持，要维持，维护会用。要维持这家国家实验室能够营运下去，要跟世界同步，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那去年编多少？去年是3亿700万。啊，今年3亿2000多吧？不是，那是还有其他实验室。哎，那算还有其他的那个，但是就是啊，去年执行到什么程度？今年呢？这个都100%执行的，对吧？一定要把它买掉吧，一定要把它发包完嘛。设备该更新的要更新了。这个、来了，砍鲁帕试射那个度量衡的标准度了。我建议哈，王委员，你要我们刚抬。这部分什么？因为他们在检验哈、哎，那个检验的仪器是高度精敏呐。阿姨奶，这个不是设备、啊，因为精敏不是，因为你全部几乎都是委办嘛。啊，因为是国家实验室啊，因为他们不是研究性机构啊，他们是行政机关呢。啊，有虎界这个业务的是一定爱和实验室委办给法人啊，哎，一起委办和国家的机关。对啦，委办给法人，就法人开多少你就承受多少吧。我还执行率100%啊。委员嘛是恁切，经过评审，没开钱拢就简单的啦。我们用冻结啦，好不好？好，可以。主席再讲，我可以接受。主席，其实这个哈、哦，去年是编多少？去年3亿啦。那、啊、今年呢？弄10%啦。啊，2亿7600万。2亿7000哦。后来被冻1300万啦。啊，等于你们就今年就减列啦、啊，不是吗？对，减列3100万。对呀、啊，减列3000多万啦、啊。减列是因为新政府不认为这个是重要性，把它减列掉。为什么会减列？对，为什么会减内？减内以后你还要再删，还要再动。你们讲一下减内为什么要减内啊？今年跟去年为什么要减内那么多？动1300万 OK 啦，啊，无要减嘛啦，今嘛无要减嘛，干那要给冻结1300万。不，但是要让他们。最主要是减内那个超音波及转子式气量检测技术研究这个经费3100万。研究性诶，我该减内。这个大概。你们今年标准局的总预算跟去年相差是多少啊？啊也。这个税出的部分减了大概3000万，3000万了、啊，是，哦，所以也就是说你们标准局，你们今年预算是减少了哈，是不是这样子？哦，减少3000万，减少3000万嘛，对，那你们现在就是这个度量衡的一个建立维持度的这个标准，这个部分也减列了3000万，是这样子，是，哦，所以你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度量衡的预算都一直在减列中嘛。啊，对的，对去年105年比104年增加吗？减列了，
所以你每年都在减少嘛，哈，逐年减少了，就在逐年减少预算嘛，哈，没错的，哈，是是 是, 是。那我们就冻结1500万，是不是？我 OK 啊，我冻结啊，1500啊。好，冻结1500万哈，你们来报告以后，第一幕，第一幕，第一幕，这个案呐、啊，这个案呐、啊，来，我跟你讲啊，来，总召，你赶快。哦，你好，那你继续发言。你们都讲完了，还没讲话，在。王惠美，你都讲完了，啊、代表你来讲啊，总召讲啊。你都不是说我们两个讲好就好啊？你们两个都没有讲好，怎么讲？最后的建立是国民党都没有讲好，结1500万，然后来做报告这样子。冻结1500万，工作人员去准备一下青草茶，好不好？要删一下。我刚刚王委员给他火气真大呢，准备一下青草茶，是看有冰淇淋无？标准度量衡。度量衡最主要是因为它很精敏呐、啊，需要非常精敏的那个纯度啦，所以不太敢删它了。这个我同意啊，那个、我同意，一定要国际标准以上的啊，哎、对 对, 对, 对，不然我们的辅导进来怎么办？对 对, 对，像这种的度量衡，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对对对，辅导进来要认真的检查。对啊，但是我们对过去的这个成绩不怎么满意啊。啊。对呀、啊，不是在这里。我们是啊，问题不是在这里、啊。好了，同意总召的啦。这个辅导严格检验了、啊，所以要买好一点仪器了。但是我们先减你们的预算再说了，因为你们那这样辅导就进来了，不认真嘛。我都、啊、那这样辅导都检验不出来了，总召。那冻结3283万呢、啊？没有啊，可以啊，可以啊，3283万就差不多 10% 而已、啊。不是报告时，一定要严格报告，我要好好的监督一下，因为我刚刚来不及的看这个。那冻结期间辅导进来没关系、哦、啊。等一下来，我们先问一下，他委办是全案委办的话，我们就变成没办法了，所以还是请他们说明一下。不会啦，他一个月两个月拿出来讲就好了嘛。他委办也不会一开始就那个啦。你有多少的业务要委办？全部都委办。全部这个工作都是委办给国家实验室。我们不替你讲话了，你自己讲，自己讲，赶快。这跟委员报告有关，这个国家实验室的部分，我们每年的预算基本上全部是委托工研院量测中心在办理。那这个预算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这有17项的领域、134套的量测系统，能够跟国际同步，同样一个水准。譬如说。我们那个晶圆厂，它里面稀有气体的这个量测要量得准啊，如果量得不准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产出率就会有问题啊，所以这跟精密工业是非常密切关系。那像好了，那依照总召讲了，就先工研院没有来了，工研院没有，这条钱要倒啊。这样好不好？你们冻结能够冻到什么程度？你们讲一下。10%。以内，10%，刚刚就10%了，还搞半天，3200万。好，对呀、啊，谢谢。那我们就谢谢廖委员了哈，谢谢各位委员。我们税出哈，第一幕我们就冻结10%，然后做书面报告之后，时可动之哈。来，接下来我们请看第二幕，看到322案。322案，看到312到322是。这个313到322这十个案子这个部分呢、啊，最主要，是，就第一幕啊，就刚刚那个是全部的啦。对啦，现在313到322了。来，我们那个313了哈，313现在离岸风力发电那个检测啊哈，现在已经目标本来是要今年度要4台嘛，对不对？那现在只有2台嘛。那其他都已经撤回了嘛，对不对？不是，那还在努力。那两没有，你现在东北季风来，你已经没办法做啦。那个是还就冬天不能做嘛。对呀、啊。那是它的那个标准还在建立、啊。但是你现在台船在还在制造船呢、啊那个，所以你明年度可能没有办法按照你这样子的进度吧？不是，现在那个规划船今年做的那个船是从欧洲来的，那接下来整体分析要3艘船。那以现在看的话，台船自己建，不过第一艘不会是台船建，因为来不及，所以现在在分析是不是要从全球去买，因为那个油价的这个结构哈，中东有一大堆新的这个旧的船，那其实看起来不会第一艘自己就会从欧洲来或者是其他国家来了，所以可见你明年度是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业务量了、啊，没有，所以你明年度的预算已经比去年增加30%了呢，因为。
在因为那个离岸风电的那个推动哈，它需要现在就要开始投资。那个船是会从国际上来，不会是第一艘台湾舰来不及了，建完大概两年多嘛，所以一定不会是立刻的船，所以台船会进来尝试规划做这件事。可是只有整个国家的这个规划，不会第一艘船应该不会是直接从台湾现在开始建这样子。那从哪里来？那你明年要那么多预算吗？也需要，因为它那个整体的这个标准如果不进来的时候，国际上的风机公司如果到台湾来，我们根本没办法认证他们，哦，所以是需要有這。他们是在建立标准的。建立标准，这里是建立标准。建立标准的时候，需要去测试才能够建立出标准，因为钱是开这啦。那我已经建立2000万了。最上游了，最上游。建立这部分，这个拜托一下，这个部分，其实它已经很少了。好，因为那个国际上的冻结了，能源局有来吗？能源局有来吗？这部分是指，等一下会上能源局。现在讲的是能源局的事啊，不是你不是这个是标准检验局，标准检验局，313是标准检验局，标准检标准的建议。来了，我都建议好几个科目要减列15%啦。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委办还是固定那几家，你减个5%，你就赚5%了。等能源局来，这个保留了，这个保留了，这个等能源局来了。还是那几家来的啦。跟能源局没关，这个是标准局的业务，就是局里面局内的业务。它是最上游的设定标准，能源局它是设定标准。你们两个单位是要合作的啊？是有合作，同样是经济部里面的单位嘛。能源局的目标就还没到那个情况，你怎么去检验呢？没有前阶段的检验要先建立，我们测试技术要先建立。他在测试要去建立标准的时候，他后面他们能源局才可以继续往下走。OK， 那我就要真的讲你们的政策了。过去啊，我们非常关心离岸风力这件事情啊，马英九政府那时候全力要推动，但是速度很慢。啊、其中一个就是你们用那个 Class 1A 或是要 B， 还是要用哪种？标准呢、啊，一直莫衷一是。我们要求的很简单，离岸风力一定要考量台湾的状况，地震多啊，台风多这个事情。对对对对。但是你们还是不怎么遵守我们立法院的决议啊。有。那你们现在比较倾向于采哪一个国家的标准？那个部分，台湾的标准跟国际上的标准必须要做，就国际上要到台湾来要调整的。从这一次，可是我会建议你哦，因为你是经济部的主管机关。我们希望你们设立的是国际标准，不是单纯为台湾设立的标准，因为我们希望把台湾的企业也能够国产制造，你这样的话台湾的产业才有可能提升，才有可能去找国际市场，对，而不只有台湾的市场，所以我们希望你还是要国际标准啊。对，我们要甚至要优于国际标准。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国际标准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搞了这么多年搞不出来啊？跟王委员报告哈，国际标准 ISO 它已经有这个标准，但是它标准里面、啊、没有那个这个台风的。这个还有，因为他们是欧洲的啦，所以他没有考量了亚洲的地质跟气候了、啊、没有地震这方面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部分加进去。日本有没有？日本也要跟我们台湾一起来合作。要合作日本也没有标准，也还没有建立，他要跟我们接轨了，还没有建立，跟台湾接轨啊。台湾的台风是最多的，这个你们必须要考量。所以我们要把这一块加进去，标准要加进去，测试也要加进去。而且那个离岸风力是2146万，不是整体的，不是整比的啦，不是一亿多啦，只有2000多万。没啦，恐怕没办法那样删了。这样嘿，好，各位委员，那要不要照例？好了，按照黄委员的15%来减掉。你的提案呢？那这样子啊，如果你要这样，我就10%。就把那个146万删掉，不是7万的15%，是13876万的15%。哎，你在说什么？离岸风电不是，离岸风电只有那个2146万。哎，刚总召你关心的离岸风电只有2146万哎，那我们要砍多少？46万。嗯，146万，砍146万，好不好？好不好？那除了这个 Class 1A。的问题以外，啊，船怎么办呢？那个赵伟啊，赵伟啊，放料凶。赵伟啊，我们的船现在怎么样？啊、中国的可以进来吗？没有，我现在像川普看齐了。最后才146万，目前进度都顺利，安尼好不好？你安尼问我，顺利意思是准会当入来哦。把你安尼问我歹回答，你不能讲。我刚才会当跟你讲，我们是经济部啊，我们经济部啊。我跟你讲，今麦你们现在的立场怎么样？今麦进度拢顺利啦，好不好？那个船现在是欧洲来的。那欧洲也已经船调到这里来，所以现在两只成本高很多啊，你们宁愿用。
高成本的东西来完成这个任务、啊。在欧洲的船只来，不可以让中国大陆的船来，才可以让技术在这里建立。对对，刚刚张委员问到那个问题，你们有签技术移转这个事吗？有，而且合作的时候，那个国际上的标准到台湾来做的时候，风力跟地震被加进去，所以新的做法上面，台湾一旦能够做整个亚洲地区的标准，会靠台湾这个标准。才能够往外推动。那我就问你，所以我们是标准的制定。你们有签协议，让我们看到你们跟欧洲这些，这个比较先进国家的协议，技术移转这个部分。没，那个是示范风场风机的，像这个是海洋风电公司，他直接跟国外签约的。那我请教一下，我们检验他们的标准。现在我们地方有很多哈，好几家的风场进来，在做一些地方沟通的。这些风场到底有没有取得我们国家的认同，还是地方政府随便去找一些相关的谈好的那个风力发电的厂商进来？没有，那个是中央委托三个标，对，中央委托的，而且那个是讲现在中央有几家，现在中央核标准的有几家的那个风力发电的厂商进来。现在是还是你们放任着地方政府随便自己出去外面找一些阿萨布鲁的厂商进来？没有，然后在地方办说明会，就每次通知就大概去两个、三个、五个。王委员讲的是不是陆风陆上的？啊、海上的跟地方政府无关，海上的无关。我们彰化很多风场嘛，有，而且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办了很多说明会嘛。对，但是说明会里面每次去的人都不到十个啊。不是，那我现在要了解说这些厂商到底 是渔业谈判，是你们中央已经认同的厂商，那个、是渔业谈判，还是地方政府自行去找的厂商？他如果没有这个能源局发给的标的这个 certificate， 那他没有取得地方的这些同意，他不会取得那个最后的核证。那有那个核证才可以。那所以说这个又是一个盲点呐、啊。好，你地方要办说明，结果来的都不到五个、十个人呐、啊，那根本就有一点包庇呀、啊。不会，因为他是公开。然后只通知谁？里长代表通知这些政治人物，不通知民众啊。没有，下去了解一下好不好？了解一下地方沟通是谁在沟通啊？沟通的效率是如何，有没有通知渔会啊？那我要知道你们这个厂商到底有哪一些，列一张给我们吧，好不好？一个简单的报告哈。能源局其实也做了这个。各位委员，离岸风电哈2000多万呐、啊，您是看我是整目减2000，不是只有针对离岸风电。一亿多怎么会2000多？整目啊，好、哦，你整目只有一亿，整目只有1亿3000万，那你要减2000万，减少一点呐、啊。你讲啊，200万好不？好了，你改讲了。报告主席，是如果你是整目来，我就搞迷糊了呢，我都。不会、啊，你一会讲风，一会讲离岸，一会讲那个。我们今年600多案，所以我们昨天一来都是一幕一幕。今天整幕啊，都第二幕、啊、都是一幕一幕。那你整幕好，所以就一样。假设你那个减列2000，那怎么办？这是自己分配吗？对他们，如果是要整幕，不是有的委员是专注在某个项目、啊。对啊，所以我刚刚就问一案一案啊，所以我刚刚就是要问离岸风电那一案啊。哎，如果你整幕，我们可以指定啊。整幕2000的话，或整幕200的话，我可以指定这里要多少啊？没有，针对委员提的，如果是哪一个部分的，他看他的意见是怎么样嘛。所以刚刚是离岸风电嘛，离岸风电如果没有意见要谈整幕，我们就谈整幕嘛。还是按节问一下刚刚，问那个提案的委员，他为什么要提，一定有他的道理在。对吧，有啦，我们昨天都是这样了，嘿。就赶快把它挑出来谈。所以好，来廖委员请教，322案就是廖委员关心离岸风电，现在离岸风电要不要处理？22不是我的，黄伟哲的，那是要整目处理吧？可是你们都在谈这个案啊。对啊，整目处理好了啦、啊，好不好？整目了，整目200万了。整目来了哈，廖委员，拜托了，整目200万，这样大家好不好？然后把那个离岸风电哈沟通的状况是什么？黄伟哲的20是400万呢、啊？写一个报告。啊，我多看了一个零了。你每次都加一个零，我是川普啦，就200万就好了。您给委员拜托啦，那能办办那呢，好不好？好，我定要给委员拜托这里。拜托了。好，我们第二幕哈，第二幕简列200万，很困难的，真的。拜托。简列200万，然后1亿3800。你如果说我简列15%，至少你要跟我保留20%。我本来要砍你15%的嘞，动20%。减列200万，再动20%。哦，这个我支持。好，减列200万，冻结20%，好不好？科目自行调整。科目自行调整，好。好，谢谢。来，接下来第三幕。第
哎，这都是行政管理费。好，我支持黄伟哲的砍20%。没有，我放弃我的立场。高志鹏的砍1000%。撤案了。砍10000万。啊，刚刚那个就来说教你，哎，你就无立场的呢。拜托，拜托。然后后面还有高志鹏砍200，黄伟哲减列20%，苏正清减列200万，陈明文减列125万。第三幕都照列，哈、哦，来、啊，现在再谈第四幕。你那那个阿公哎呀，哈、哦。无，头段不是干那第二。无啦，啊，即卖就是第三嘞。您讲您第三要照列、啊。哎、欸，第三刚，哎、欸，第三看了了，第三总共有三个提案。啊，这黄伟哲要减偌济？一共放弃啊。一共要撤案、啊。我撤案了、啊。12亿耶、欸。哎呀、啊，你要什么啊？12亿耶、欸。那是整个那个是苏正清的啦，那不是我的。特别跟王伟报告都是人事费。没有，那你。至少第三幕稍微解释一下吧，要不然黄伟哲怎么放弃？好，我们都还没听到他。对呀、啊，黄伟哲，你在放弃什么？我佛心来了。你不是川普吗？怎么有佛心？你一会川普，一会佛心来。川普上台前的川普跟上台后的川普是不一样。一般行政第三幕一般行政最主要就是我们的人员维持费，这里有11亿。对啦，你的薪水、欸、这个我们都知道啦、啊、你就报告今年跟去年比跟决算比这些，让我们有一个图像好不好。人事11亿哦，所以还有1亿多的空间哦。105年度的法定预算12亿5300万，106年度预算是12亿4000万，这减了1236万，已经减了。你们自己送过来的时候已经自己就已经减了1200万了。主要减的项目是哪些？我看一下，是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了740万，那资讯作业这部分减了476万。有啦，有减了、啊。好了，这个让他们过了，这是人家有减了、啊，不能说没减了、啊。我们继续讨论啊，第四幕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就总共减100万就对了。减列100万哈、哦。第三幕减列100万。第三幕减列100万。减的比我多，哦、你看。啊、好，剪得好、啊，支持的。你自己说谢谢啊，人家说苏正清，你说谢谢啊。对啊。还要再加，还要再加黄伟哲的两个案。不要、啊，不要啦，那就苏正清的案。好，第三幕哈。剪列100万。第三幕剪列100万。好。好，接下来第四幕。科目自行调整。第四幕、哦。第三幕科目自行调整了哈。科目自行调整。第四幕是标准检验及度证管理这部分，一共有18案哈。那这个度证管理这部分，最主要是我们标准制定跟政治标记的管理，还有标准资料建立跟服务，强化商品检验跟验证的效能。那么这里面，这个标准的建立都需要。标准的建立的部分，最主要像是这个5G。啊，5G 的这个建立，我们需要这个在国际上能够把这个最先进的这个国内研发的这个东西，能够纳入国际的规范里面去。好，我们比照黄伟哲，通通减列20%。来，再说明一下，黄伟哲委员，请说明。啊，不，高志鹏的先砍一亿。那个部长，我可以请问你啊，你现在太阳能光电哈、啊，需要10000公顷的土地啊哈。那现在这土地从哪里来？现在找到8900多公顷的，找到8900多公顷。对对对，有一张清单、啊、我们有一张清单。那方向是哪些土地？包含这个皮塘、盐田，那塌陷地就农地的塌陷地区等等，我们有一张详细的清单。还有盐滩嘿，农舍。那云林县总共多少土地？很大，云里很大，3000多。我跟你讲，你把资料送我们每个委员，你把这个你所来主席，我们要找到土地，了解一下。好，送给我们。可能都在彰化跟云林呐、啊，对不对？对对，那两块非常的，不是那个原住民也有。那个我一直强调就是原住民地区有没有，有没有去评估一下？有那块，那天林局答询您的这个垂询的时候有提到那个报告。在哪里？没有，他现在有在分析，是说那要去谈，不是指的说。因为那个东西就像两位委员提到的，那个要有这个长老啦，这个部落整体的协助，所以有去做沟通，对对。没有那个案例你们沟通过？还没有，我这边没有清单，我们还没有。这个我们能源局的时候来细谈好不好？我们大概能源局、水利署跟中小企业处大家会谈很多嘛，我们那时候来谈好不好？而且、啊、标准局以及主要拢是标准的设的迄、那个。对对。所以。大家要冻结还是要让他照列？第四幕。那个332说明一下。
好，来332案哈。332。国际验证。332最主要是气化检验验证及国际事务这部分。这部分讲到我们那个商品检验的线上通报，这部分特别跟这个招委报告，哎，那个总招报告有关、这个。跟廖委员报告。是跟廖委员报告。人家廖委员问你，跟廖委员和各位委员报告。那个我们这个线上的部分呢、事实上是不需要注册就可以上网去浏览。那么加入会员是有加值的服务。那是可以附送电子报以及这个有召回资讯的这个通知。那事实上，他通报是不需要加入会员。以我们目前这个网上已经有934万人次的这个浏览，是。对，说你这一千一百，对呀。那个，跟委员报告，那个大陆进口商品的登录都在这里啦。那天。那个招委也有垂询这事，好几位委也有垂询，就是说这一块就是违规商品登录，那民众就靠这个在看，所以这个经费如果删除的话，我们的违规商品就没有办法快速的提供给业界。那你委办给谁？你们这是不是你们自己用，还是委办？不是，那个是壮士讲的，我们做完之后送进网站公告。这样委办要1000多万哦，那讲出去人会讲无法度接受呢。没有委办，没有完。业务费你是委办啊，没有算委办费啊。我看你们业务费很多都是委办啊，你们自己写的啊，332也是委办啊，然后你们329还是委办啊，全部几乎都是委办，所以我才说你们叫做发包中心啊。332有没有委办？我这样讲你们是发包中心没有过分啊。王委员报告没有委办这项。啊，你们可以问一下那个商品安全资讯网也是委办吗？还是335？网站，可是你们这个使用，你们是商品安全，可是这个通报机制、通报率、通报数偏低耶。我们的通报率基本上都超过这个90几%了。你的通报率是怎么算？通报率就是说，他如果说是这个书面的报来也算，电话报的也算，那上网通报也算。是啦。好啦，一年几个案件呢？通报几个案件呢？你的总数是多少？你们花了几千万，然后2000多个案子，总共通报2000多个案子、通报你是给奖金的哦，不然要花这么多钱是怎么花的？对于这些通报的案件，我们会去了解他的这个案情是怎么样，是不是对安全有这个影响？所以你大部分的都是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那消费者上去用，消费者上去用，就说你有通报，可是大概有多少人在用它？可以从这边取得资讯。现在有在上网的有900多万人次，那有这个900多万，对，他看了之后，如果有意见就可以跟我们反映。那你总total量是多少？总total量是一年当中你大概有多少流量？一年的通报量大概是这个通报这个事故的、大概是2000多件。那你们怎么去查核？是你们查核，是委外的？我们的人员去查核。那你们的人查核，自己的人查核，有薪水有干嘛？还要2000多、1000多，那是什么来？钱是怎么花的？那是网站的建制啦，建制的部分。建制都已经第一次就建制，再来之后维护啊，维啊当然。这包含这个其他项目，像是这个国际事务啊，这些都有。所以整个项下是那么多。不是部长，我是说哈，这个1141啊，必要性。一定要建制，一定要这个经费来建立你们这个所谓的安全检验，安全检验一定要，一定要，不然的话，那个我们怎么知道大陆的，比如说来台商品不合乎规范等等，就是在这地方检查，也不是只有大陆啦，其实全世界的，刚刚问福岛啦等等，福岛食品的不在这里，但是商品的部分是在这里。那我请问一下，你的工作内容之一是为宣导消费者认识商品安全标章及选用检验合格商品，并运用商品事故通报保障消费者权益，所以你不是只有在事故通报，对对对，对不对？所以你还要在宣导消费者认识这些标章啊，还有他检验合格的商品啊，是。那是不是你这个整个的商品安全资讯网，你没有那个比消费者那个安全那个销售网还要可能资讯还要不足啦？
或是说大家接受度也没那么高啦，所以到你这个网站的相对的减少。是是，好，所以也就是你宣导是不利的，这部分我们还要加强了，对不对？谢谢张委员。这个科目去年编多少？这个科目十支多少？好啦，那个各位委员其实都很资深啦，这个业务哦应该没有没有，因为如果单纯只是这样的话，应该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年是2888万，今年编2020万，已经减了862万。那、啊、你这个另外你那个329的，你这个业务费，就说 这个网站已经是建构好的，对、啊、那你现在只是维持嘛，对呀、啊，他不是只有网站的钱，他还要去检验、啊、你们说明的能力实在是够差的、啊、部长替你们说明都说得更好。2000多万是做什么用？你如果只是网站的话，对、啊、到现在 还在那边讲什么什么网站什么不网站的， 让我们那个都觉得哪有那个网站要那么多钱？来，另外直接冻结20%了。329，329，7000多，这个又是什么？冻结20%，你们能不能运作？等一下，去年才办几十件呢、欸，那个部长啊，可以，可以，部长啊，你们这项啊，去年才办了个几十件呢、欸。办他跟就表示他检验出来有问题才去办他。他办很多，但是检验出来有问题的20啦。你每个要过关啊，你每个都要过关了、啊，不是吗？不是，办很多，但是检验出来有问题的20几件啦，哎啦，一般就这啦，啊，五本的有问题。来了，这个案件哦，我们张立山说要删2000呢，我来公益楼冻结20%啦。没有啦，高志鹏说要砍1000呢，那我们还支持你不支持我们张立山，也要支持高志鹏啊，还要砍1000呢。要去用名了，然后冻20啦。动20哈，好啊，砍的嘞，砍的嘞，主席啊，卖砍的，跟委员报告哈，这项我们是有商品安全，有相对收入，食品安全，商品安全，我唔敢抬啦，食品安全，我绝对唔敢砍的啦，我有恁妹啦，啊，我唔敢抬这啦，这商品的安全我唔敢抬啦，哈，冻结20%啦，好不好？我们要提书面报告好了。无啦，无要书面啦，专案啦，无要书面啦。专案，要书面，大概拢书面。跟他交委讲好，交委的招委去排啦哈。专案报告没问题，这个重要嘛哈。来，还有哪一案？这里是第四目哈，好，那我们第四目哈，冻结20%，你们科目自行调整，然后我们来委员会做专案报告后，好，使得动之。现在接下来看主决议344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通过345案，遵照办理。通过346案，遵照办理。好，通过。我们标检局哈处理完毕，接下来制裁局。已经好了。对，现在请制裁局。就冻结20%。好，谢谢谢谢廖委员哈，你们要离开以前，谢谢一下各位委员哈。来，制裁局，制裁局准备。先看税入哈。你看伊倒一个感谢在委员，啊，搁当一边安尼。嗯。阮以早栽培，你讲迄都嘛恁提升的。无啦，都有诶，就他这一次都有少点。有啊，我有在改价啦。因为我自己早上有记的，不是中午我有。来，制裁局税入，税入两岸。说明一下。委员要求增列，你们说明一下。好，第一个有关那个审查费的部分哈，那我们今年编了12.7亿，那比去年14.41亿是少了大概1亿多哈。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去参考102年到104年的平均值哈，大概是11.5亿，所以我们是不想去浮编，所以我们在11.5亿我们又加了1.2亿。你的意思就是说过去都是浮编嘛哈？你那个局长干多久了？对不起，我刚上来嘛，上任，所以你是说过去的局长都是浮编嘛？等于你打现在次长的脸嘛，对不对？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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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没啦没啦，啊，无你就照伊早安尼就好啊，你那对不？因为我们就是让他核实编列啦，就是因为我们核实编列就没有动力啊，没有压力就不会进步啊。而且你这个智慧财产是很重要哎、欸，这个我插一下，对不对？你第一个，你的速度能不能减距离，能不能缩短？以前都是6个月、8个月，你的距离能不能缩短，让他们来缴更多的钱，这很重要啊。跟那个委员报告哈，其实这几年我们清理积案其实绩效很好哈，我们本来从最高16个月，从46个月才能够拿到一个案子，现在已经降到20.15个月。
20.15， 按你认为现在的趋势 20.15 很快吗？其实已经跟欧美差不多了，已经跟欧美的速度是一样的，是一样。我们能不能更快？因为你现在的动作变化很快，一个产品上来之后可能一年就已经下架了。没有，我们会继续努力会让它更快，但是因为这几年因为清理积案，我们从你看从当时我们16万件，目前你46个月到20个月，我们多编了给你多少人？几百个人。那大概有那个，我们有170。对呀、啊，都给你了170个人啊。欧美不见得有多给你100多个人啊。不过那170大概5年就结束了，明年它就会结束，嘿，明年它就退了。所以明年以后我们可能就还要到46个月喽。你现在人力增加那么多，那效率没有提升？哦，对对，我们有提升，所以提升20多个月，已经1年多了呢。现在淘汰率是相当快的，不是1年半了呢。上以前是因为累积到40个月才弄得完，所以做一个加速计划，加速计划增加了几百个人，这个几百个人把这个案子做完了，做完之后这些人就要离开了，好、哦，所以这个案子他那个等于是增加的规费是那一阵子加速处理的，所以现在案件回到正常状况。所以他们就核实编列，就把那些过去增加这个规费的部分就处理掉了。那不会回到40个月，是因为现在案子没有累积这么多了，所以跟委员报告就他说的核实编列，不是说以前浮编了，就以前有多这么几百个人在处理这些案子，有库存太多案了。我也做局长，你做部长一样做局长。好啦，这哦被动的啦，这无法都去拓展业务啦，哈、哦，都、就是搞服务做会好啦、哎。我们给他们照例啦，好不好？各位委员，好、哦，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支持。那我们那个税入的部分就照例，我们看税出第这个第一幕，一般是349，先回头再说了，好不好？我们往下看，啊、先看第一幕啦。第一幕的部分，来，我们先看350到356，好不好？好，这个有关那个350到356的部分哈，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去帮这个中小企业建立一个专利知识平台。那因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它是没有钱去自己建自己的系统，那所以我们希望帮他建了这个系统之后，他可以透过这个系统能够一步到位，可以检索到世界最新的这个技术。那这个是这个部分。来，你们好像1999年开始有推动智慧财产人员职能基准及能力的认证制度吧，哈。对。然后还有举办考试嘛，但是你们那个数，你们取得资格的人数偏低嘛，显然你们执行力不佳嘛，那还要编这么多预算干嘛？跟这个320，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我们大概累积到目前大概有3000多人，那其实报名是1500多人，那大概40%。那其实一般来培训学院上课，除了公务员、学生，那还有一般代职的，还有公司的职员，就效率不彰嘛。不是，出来的数字就不漂亮了。我们有去给他们做问卷，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参加这个认证？那其实有50%的人反映说，其实他已经考过了。所以其实很多他是回来回流，因为我们的智慧产权那显然你的科目编的跟你使用的不一样嘛，你可能招不到人，滥竽充数嘛。哦、不是不是，他有分初级、中级、高级，所以他上过初级班的人，他会觉得说我要再回流再温故知新。你看三个委员都对你这个有意见呢。对，那少则也要减列100。没有没有，其实如果你把这个一半的人扣掉，其实那个考试的率大概达到8%，大概80%。所以其实人数不多嘛，多少人？多少人？报考率大概有多少人？1569。1500多啊，要不要收钱？要收钱那个报名费。结果你们这个业务10000000就是服务那1000多个人就对了。哦，不是，我们这个训练培训最主要以培训为主，大概有10000多人次。就是大概有10000多人这样子。你这10000000是什么？是师资费用哦，还是？没有，就是有培训的费用。然后就是。那你不是还有收费吗？对，那我因为我们有补助一半，就是我们鼓励他们来上课，那所以我补助一半给他们。那个为什么报考人数偏低啊？科目1020啊。报考。你们有培训计划，为什么报考人数偏低？不是，因为我们其实它有分3年，就是你可以一科一科慢慢考。就是因为一般来上课都是说为了补助这个知识，所以他可能是上班族，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大概一次考一科，然后他可以保留3年，然后再考，慢慢考，所以才没办法如实说马上去反映说一共多少人考上这样子。
整个科目啦，整个科目你去处理啦，没有整个科目啦，没有。那其实没有这个哈，这个部分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下，因为培训学院其实去年是1500万，我们已经减了500万了，所以如果再减，真的是已经。去年对，那你为什么会再自己减五百万？是你觉得效率不彰吗？还是你达不到你那个标准？是因为我们端上排挤啦，都是被排挤，所以就是硬被减下500万。都是预算排挤了。我们也很无奈，预算排挤是部长的问题啊，你对这个不重视啊。啊部长的话是你把这个预算自己排挤掉，没有啊，手心手背都是肉了，有政策要减手心来减手背了。我看制裁局就瘦巴巴的，那卖个台了，好不好？市长很支持，市长本身专利都有100多个，所以其实这部长是很支持这个。所以部长认为现在专利的等待期平均多少有没有降低了？有20个月左右。160-170个人还不降低，被吓死了。明年就还了。不过很明年就结束了，这些人都会走。对啊，明年就结束了。那走了以后，你们可以回归到正常的一个标准。会，我们会维持，我们会给他维持。好了，那就酌减100万就好了。不要了，酌减，酌减了，太瘦了，已经只剩1000万。部长都给他们少编了500万，你。我们遵照陈明文的提案啦，减列100啦。委员拜托了，因为我们这几年哈，还是你整个科目第一目一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这几年哈，其实帮国家赚了好多钱。我们这几年清理积案，每年都赚37亿、38亿。各位委员，你要你讲啊，我们的税出才15亿。那个制裁局嘛，真的来收你第一个目，你可以砍多少啦？自己收了巴巴的哈，再减100万。我现在不帮你砍，你最后还是砍啊。都缴库了，缴库都不能用，所以我们才编15亿。可是我们帮国家赚了37-8亿。对呀，我们104年还赚了将近39亿。可是我们编得很保守，我们真的是实质编才编15亿。制裁局和你用了，好不好？我做老农会，我做老实的，我赚高赚钱的，也卖农会的。做咖啡师啊，钱拢搞国库。拢搞国库。我讲了，今嘛不跟你砍，你们自己去调整，也是调整5%-10%啦。对啦，到时候会通三呐。到时候是会通三了哈。谢谢啦，谢谢。好了，好不好？我们黄伟哲再讲了，那我们第一幕就照列。没有没有，那个全部减100啦，这个黄伟哈。第一幕啦，第一幕啦，第一幕啊。全部减100。第一幕啦，第一幕啦，第一幕。多减啦。第一幕啦，又排挤了。第一幕1000减100。对他们真的。第一幕怎么才1000？太瘦又太。第一幕其实才。2亿太瘦了，才2亿才减100，你你嘛干嘛你不修哈？你们标准要一样，以前跟他砍的要死，现在顾成这样像话吗？去年完全没砍，对，去年整个经济部及其所属没有砍，我们今年到现在已经砍了5000多万了。不会啦，他们最后还会调整啦，因为那个股票没进来，你收支还会尽量还是要去调啦。瘦的单位给他那个你要去调几亿，调70-80亿啦。拜托，委员手洗腰管啦，别敢砍啦，拜托你啦。我那老趁钱呢，我那制裁局很用啦，好不好？制裁局是替政府趁钱呢，替政府趁钱啊，个查某诶，全部赶紧去挂单好了，好不好？就1、2、3幕，1、2、3幕加起来减100了，什么像第一幕我们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那个企业训练宣导跟国际合作，我要保留20%，动20%。哦，这部分吼，可能按个不会的委员报告尽量拜托，因为即使参加这个国际活动。如果送你20%会有事吗？会有啦，因为你吼。为什么？因为你若敢动嘞，我都无法多出去迄个啥参加。动你20%会有事吗？最好不要，而且你问部长，动你20%，你会有执行问题吗？还是我要砍你20%？不要，可不可以不要？动你20%，我走这个科目叫做推动保护智慧财产权里面的企业训练宣导及国际合作，因为你这个跟中小企业有关系嘛，对不对？我动你20%，看你的绩效嘛。啊，我这20%，无啊，我这骨无啊，委员，我这骨来这拍拼吼，啊，甲国家那个主席啊，我们现在是讨论第几幕？不能这样讲啊，你现在讨论第一幕。对啊，第一幕我们先处理第一幕嘛。你现在王委员是已经讲到第三幕去了。现在最主要是因为这样了，就是说他们已经被排挤下来了啦，所以才会那么第一幕就照列了哈，那现在第二幕嘛。好，谢谢。我们第一幕照列哈，来看第二幕哈。业务通讯费了，车辆保养费了。就是我们一般行政，其实我们已经自己减了8000多万下来了，也是因为也排挤了8000多万。对，我们跟去年比起来已经少了8000多万，所以是不是也请委员支持？来，你那个地帮我们照列。我拢找恁开刀。
因为我现在很傻。来三六六案哦，三六六案动20%，有没有问题？那就是第二幕先照列，以后看第三幕嘛，对不对？三六六，三六六案。20%，可不要，我今天只讲怎么用。好，没关系啊，那你给我两个礼拜，给我书面报告啊。好，没有问题，都先。没有没有，等一下那个第二幕，孔委员，刚下。第二幕是357到361啦，这个先处理啊。对，来。那你这边有一个车辆的部分。哦，那个车辆其实它是没有增加的，因为它是我们的光碟小组本来在外面办公，后来搬回智慧局以后，把那个科目把它并过来。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增加。你的车辆是要买的？哎，没有，老车都是要买老车，老车上的老车，弄十几年呀、啊，维护费都是10年以上的老车。老车维护费高了，维护费要多少？你是要买还是维护？你是几台？你是几台？没有，其实完全没有增加。几台？你们是几台？你是要买还是维护费？维护，维护，维护。几台的维护费？我们的车几台的维护费要到100多万。我跟你讲，那维护费都实报实销了，对、没有用到还是缴库。多少啦？几台123万？四台车啦。啊，拢超过10年了，一台车要30万的维护费哦。还有办公器具啦。还有办公器具吗？这123万是啊？对啊，恁都讲清楚啊。还有耗材有没有？有耗材。来，你的办公器具指的是哪一个单位？还有通讯费啦。那你指的是哪一个部位的那个？整个局哈。整个局的办公器材及养护费哈，好，啊，我一千人，还有资讯软硬体了，还有房屋建筑加起来才这样子了，对对，而且我已经带你已经比黄伟哲都是你自己要跟人家捡的呢，你从头到尾要跟人家捡200多因为我经过了解以后，我才知道说真相是这样子，不要一样。所以都是你在讲，照例拜托，我们帮你问。我相信制裁局的这个行管费是很低的，所以不删，往下走。好，好，谢谢。好，第二幕照例，谢谢各位委员。来，第三幕。哦，事情就很多了。来解释一下那个365案，好吧？2亿多。365页。2亿6300万。对，那其实已经比去年哈少了4000多万。那我知道委员很关心那个两岸的那个部分，那其实这个两岸齁，智慧局在这一方面其实做得还不错了，因为其实我们是帮台商。两岸现在你们有沟通桥梁吗？有，因为我们从1999年签了之后，那其实台商很多，他们在大陆碰到一些智慧产权问题，然后受到不合理的对待，那他会来跟我们反映。那我们就透过我们那个联络平台，我们会去跟他们沟通。现在都没有受阻吗？一样很顺畅吗？我们一共接受到580个案子，那已经处理完530个。那所以达成率大91%，是因为专利有争议还是怎么样？商票比较多，就是抢注，就是例如说，因为两边都用中文嘛，所以有时候抢注册就对了，他就到达。他会鸟我们吗？会呢。其实我们的协处的绩效其实还蛮好的，而且目前这个管道还是顺畅的，没有断，还是继续在走。所以台湾的厂商的商标在那边是有被保护的吗？而且帮忙咱的厂商的，就是讲伊来其他按伊个不合理的对待，先伊来赶快反映，啊，我哩当去改沟通，啊，沟通有时候沟通之后是怎么样？啊，我都改讲见面3分钟，赔钱还是怎么样？啊，不，你会过去吗？局长，你会过去噻？是吗？不是、啊。好，然后另外你6846万这个部分呢？6846万，哦，专利是这个就是侵机案的部分，这个是侵机案的部分。什么？侵机案，就是那个专利的那个侵利机案的部分。机案为什么6800多万？做什么？行政级审查要6000多万，是做些什么事？就是你的那个周边的设备，例如说我们多了170个人，那你要帮他买一些。那已经第4年了啊。你第4年还要再买什么？以前这样编列，不见得今年这样编列了，所以我要建议哦，砍掉1800多万，留5000给他。没，我们已经砍4000多万，就是因为明年已经接近尾声，这些要走，我们已经自动砍下来了。已经那个台商的智慧财产权，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就是因为他们有问题，他们会来跟我们反映说，哎，我有一个案子，例如说我被抢注了，那奇怪，怎么案子进去那么久都没有消息？那我们就会打电话跟我们的联络的对口，用 LINE 还是用什么？我们用 LINE 也有，中国大陆没有用 LINE 的电话用电话，那个会有效吗？电话也没有，有效，其实效果还不错。我是建议第三幕可不可以，就是有看是王委员或者孔委员
提出一个建议的删减或冻结，这样好不好？我对你们367的部分哦，专利行政跟审查，你们说你们多了160-170个人，我 OK。那你们是五年计划，照理讲，他该有的设施前几年应该都已经买齐了。那你们今年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不然你告诉我，你这6800多万要做什么用？